你准备买什么样的房子？两室一厅。资金到位了没有？到位了，到位了。有多少钱？六万。一共六万块钱。对对对。啊，那行啊，我带你去看一套六万块钱的两室一厅。走走走，看走。来，请进，这就是你的两室一厅啊。这个啊，怎么样？看看宽敞不宽敞？宽敞倒是蛮宽敞的。再到前面看一下。来，上来体验一下。怎么样？很不错，很不错，很宽敞。很宽敞，买了。杨叔，我又来找你买房了。你不是把钱花掉了吗？我不买了个车嘛，这个车开了以后省了不少钱，然后拿着又赚了不少钱，然后现在那个首付的钱有了。那贷款呢？贷款也批了，是吧？那太好了。那我带你去看一个真正的两室一厅。走吧，走。